株式会社 CGS 公司经过合理化的工程技术和持续不断的研究开发，成功成为引领精密零部件加工领域的先导企业。最近受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生活防疫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这是因为病毒能随时附着于门环、按钮等人们能触摸的物体表面。勤洗手是预防附着于物体表面病毒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我们常常会面临无法洗手的状况。株式会社 CGS 公司开发出的洗手机可替换消毒液，可简便更换使用，每天20到30名使用，可持续使用6个月，可简便管理，让生活防疫更加方便。洗手机是由食品制造设备的 STS 材料制成，可有效防止腐蚀和细菌污染。天然杀菌清洗液对皮肤无刺激，可有效去除99%的各种细菌和病毒。另外，洗手后会通过干燥机再次污染双手。本公司生产的洗手机内部的过滤器和去除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病毒，防止二次污染。用户可将手放入洗手机中，清洁水在充分压力下喷洒，清洗掉双手的污染物质。通过过滤器过滤干净的空气，干燥双手，再喷洒出天然扁百木消毒液，有效杀灭细菌和病毒。通过洗手机的设定模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便利和环境进行调节设定。此外，洗手机可安装于多种场所，并可根据场所设置排水管的连接方式、连接型和槽型。株 CGS 公司生产的洗手机是引进革新技术开发出的创新产品。为了全面彻底地进行防疫，打造出没有病毒的世界，我们将全力以赴。저희회사의핸드샤워세정기는개인위생관리가철저히요구되는이시대에맞추어개발된제품입니다학교관공서군부대병원식당등이모든곳에설치하여운영할수있는제품으로서세정건조소독등개인위생관리에완벽한제품입니다